是开锁，开锁的时候，开门的时候它就会下来，关门的时候它就会上去，然后按这个锁，它就问你要不要锁，锁住，锁住，锁住这边会变成一个锁的符号，对，这样子开关门就不会有动作，有没有？它就不会下来。那平常应该是都是让它开着的。LED 这边按 LED 的时候，下面的灯条的颜色可以切换。那我换绿色，它就变绿色的。那如果换黄色，它就会变成黄色的。我换红色，它就会变红色的。红色，没按到，可以用红色。OK。对，然后按 OK 就好。那通常什么颜色比较 OK？ 看个人，通常都会白色。